朋友。你好，今日观音下凡日，为我的朋友们送上祝愿。今天鲜花为你盛开，今天笑容格外灿烂，今天亲朋祝愿不断，今天我们相聚眼前，所有的不快都已离开，所有的惊喜连续不断，所有的幸福都会涌现。祝愿你开心无限，幸福永远。问候是一种甜蜜的牵挂，思念是一份温馨的心情，朋友是一生修来的福分，真诚是增进友谊的醇酒，友情是一世难求的缘分，平安是我们共同的祝福。祝朋友天天幸福。观音下凡，此生难得见一回，先收藏再群发，功德无量，万千手观音万见证有福，万万神仙保佑，心想事成万。他源自一颗最真的心，一份最纯的情，静静的一则短信，悄悄的填满屏幕，送一份安康，收下健康，送一份吉祥，收下好运到永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